束了。OK， 好了，三千万又来了。我跟你说什么？解决个行李袋，因为我最跳出市场，我买货买地，他买房，我就推很多货过去，所以我觉得以前我不会用，用的形体都好规整。为什么？我觉得很难搬起来，后来都没办法了，用了用都没有办法，都要用它，用到它。后来我觉得，来来来，没有一个月就真的一个月两个月就一条带是好好的，完全突然间就这里拉得很长，咁啊拉得很长，啲路后生成断水断了这样，所以我变成我觉得，哎哟。这么快又要我买一条，买一条也是，又不知哪里，又不是很普通的地方有得买的，所以觉得也是不便宜哈。又算起来一两个月，又丢一条也是蛮浪费，很贵，还有用一下子又来不及，没有得用，所以我有一个新的点子，点子，为什么？我就看到一种的各个单车的耐胎里面的耐胎。微胎跟耐胎不一样，是里面的，本来就里面的呢，好像那条的一条胎来的，它那条就已经漏风了啦，有一个破洞了，咁啊我就拿到，咁啊然后呢剪开来尝尝，尝尝呢，因为它很肥很肥，很难将我们这个如果歪掉没有歪，我都是这样，不要了，剪了，拿去那条。就我的留这个，留这个，然后呢我们将一条切单车的切胎整条的，其实如果你有整条那边塞进去很难塞，因为它很厚很难，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将一条这样分开变成两条，两条跟两条，然后将它分那里一条我做了一个两条，一条一个切胎两条来用，它塞在里面就不会厚了，我教你怎么做。 OK， 很简单。咁然后呢我剪好了一条我示范给你看，一个口一个就是口，如果你勾行李的时候呢，你觉得那个口很紧很里面的，跟咬一下咬开一点，咁啊勾一点东西，譬如好像勾个东西很厚的，容易勾进去。如果嗰个东西很厚到这样的你说你怎么勾进去？所以你呢度弄阔嘅，佢可以怎么都勾得到。所以我们推行李的时候要注意一点，因为我们本来我觉得我以前真的不喜欢用那种，为什么？我觉得它很硬绷绷，硬绷绷，好像没有弹性这样。后来我用了就没办法，没得选择，因为我要推啲货去搵你买的时候，我发觉它，都好过没有用。但是我用唔够一个月、两个月，哇，呢度突然间很像很瘦，拉得很长，就没有力了，这条没有力了，就变成我很浪费我的东西了。咁啊，然后呢要怎么办呢哈？咁我就改良了想到一个方法，好像我刚才跟你说我不浪费时间，我跟你说怎么说拿准备一个口，然后这个口这样咁我然后这里分开两条卷起来，好像卷个尖尖这样很尖的然后将那个尖尖塞在里面塞在里面过来拉出来如果你怕你不够力的话不够力的拉出来，这样拉长一点没关系，然后那种绑一个结绑一个结，很简单的。其实我没做的时候我觉得很头痛，后来当我做了就这样哇 very good， 然后打那个结了，然后真的拉紧拉紧，然后呢你都觉得它很长，没有怎么干扰的都没所谓，你不用剪也可以，剪一点点它那都不够，不需要剪了，留着它放回这边拉进来，就是怎么剪吧。然后那个我不浪费时间了那个也是同一个道理，这样做，这样剪条好像
啊，我就完成了。比起那种来的小，好用，真的很好用。第一，它不容易断，比较很有力，不容易断。因为切胎这种东西，它是那种皮比较很耐用，很有硬力的，所以我感觉它，我做了一条，差不多用了差不多有差不多一年了，所以它都没有断，所以变成我觉得我成功了，所以我希望你们省一点钱了哈。OK， 拜拜。